攻击的空档非常明显，然后我们分了十分给追尾，这一期的操作后面陷入了前面是一分的落后，但这个三分打如果全收的话，能够取得一个球权的领先，一分的领先，交过来，上去硬打，然后进去也没有造成犯规哦。然后对方现在把零球给换下去了，在他们的双阳这样都是禁区球。